这几年失踪的少女，全部都被妖怪封印在这壁画当中了。只有收那聂小倩，才能解开这个封印。你是蒲松龄？我是啊。这小子是谁呀？他为什么能看到我？先生，你他妈的开了天眼！我帮你开个天眼。 这边的妖气很重，找到了，是人。什么人？啊，美人！告诉我小倩在哪儿。阴阳派，看阴阳，攻！天地无用，乾坤剑法。 是我，竟敢偷我的阴阳盘，都是我几十年抓的妖，都跑了。聂小倩，天地不仁，大道必将，收。 要喊单飞吗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